大家好，超市买来的菜可以直接种，没有根也能再生，吃也吃不完。自从做频道以来，这样的视频会经常推送给我。今天我先实践一个萝卜头再生，可惜商店里的萝卜头削得太狠，没有一点茎叶，可能会很难发芽。十天后，绿萝卜终于冒出一点嫩叶，而三根胡萝卜头只有一个长出了绿叶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些长出来的绿叶，无论大小，其营养还不如这个萝卜头的含量。如果没有根，添加营养液也是无法吸收。然而这些娱乐种菜虽然不可能种出足够可供食用的再生蔬菜，但冬天把它们作为室内的装饰绿植还是不错。